的数据。好，这个回球，肯肯，你后面要跟进是卡董一号位到三号位的压迫防守，其实在前几场比赛都展现得非常好，呼应到大家一直成为一个 scorer， 也就是得分手 match 的机会，就在现在 Brown 这边 ，Taylor Brown 单打防守汉加，前肯尼被扒了一锅。Brown 可能想得太容易了，他第一年来应该还不知道前肯尼其实防守能力是非常好的。交到射手吕振武的手上，全部的观众都站起来了，但没有得到满足。前肯尼塞进去给大 B， 一个转身晃开了防守球，转身绕进去，再拨，拨在前肯尼手上，哇哦，强势！哦，从上个赛季的这种第二、第三进攻点，让主力球员去做破坏，然后明显的增加了他今年的持球攻击。对，这些数据都很。现在陈立焕的手上短，我篮底下是前肯尼，好球，进攻的核心呢？哦，这跟第二节后段有点像。马克老师的球弹了出来 ，Walker 收球，后面给钱肯尼身体的对抗，把球放进。这是过去一分多钟以来算。然后到后面关键时刻也需要一个稳定军心的后卫。是，这失误。中线附近找到钱肯尼的篮下机会，身体不但还很难说。这防守险些成功，但是钱肯尼在篮下钻出了机会。钱肯尼球掉，但是在篮下这种近距离放球的机会至少四到五个，他两中，吉尔贝克的两罚一中，距离力道大。然后场边塔克老师已经做了一分多钟啊，但是都没有死球让他可以上场。对，好球啊，这篮哇，这个哨音响了，而且